那个他现在都说那个什么芯片厂啊，什么富康啊都撤走了、嗯、那些我不知道，那些高科技我也不知道，但我背后这个啊叫优沙纳，优沙纳是世界顶级的那叫什么细胞营养，所以你看它这个大球上面全是小人儿啊，这真是国际，这是美国企业，这企业的总部在哪儿呢？在美国犹他州的盐湖城，我去过盐湖城，我知道当地人都吃这么一东西，但是，然后昨天那个我有一营养师啊，我营养师说这个在东方的最大的工厂在亦庄。我说你别骗我呀、啊！我这人是当了一辈子新华社记者，必须到现场。哎，今天他就来带我参观来了。这是就这个，一会儿我们就能进去啊，就能参观。这个地儿的坐标是多少？就是北京城东南五环亦庄开发区。嗯，哎，嘿，你看人家这儿都啊。就能进了哈，谢谢您。不客气，太客气。嘿，我这瞎了吧唧的。王硕，你就多拍啊。哎，您就该怎么介绍怎么介绍，我们就，哎，不用开那么多。右手，优沙纳宝英，坐这儿看电视。不要，你先坐一会儿再说。哎，往前。就是一场冒险。3万多平方米。10万级洁净生产车间为安全生产保驾护航，高精尖的创新科技为产品质量提供保障，智能的自动化生产线保证全球统一的严苛生产标准。全新的现代智能化工厂时刻在提醒我们肩上的责任，代表着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念，承载着我们对未来的希冀与梦想。然后的话，会带领各位的朋友呢，我们进行实际的参观。参观是分为我们的片级生产线和二层的至24家。有三大公司，像加拿大，还有中国香港，还有这个马来西亚、新加坡。目前的话，可能还会实际在进行再大的一个发展。像我们刚才进来的时候，非常欢迎到有三大大家庭，因为咱们的愿景是什么？成为世界上最健康的大家庭，这是我们的愿景。是3亿人民币，建筑面积是3万多平方米，它是集办公、生产、库房以及职工实验室于一体的，它的总产能呢可以达到100亿以上。那我们的园区的建筑呢，其实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的大厅呢，就是我们的
这个照片呢是。好的，不教各位老师戴一下。戴一下。好，它这个呢有个小抓耳，是吧？抓耳呢，咱们可以把这个抓耳呢戴在这个耳廓上，对，挂在耳朵上，然后放放进去就可以了。对，放进去可以了。老师，这可能戴这边，这边就可以是吧？我说我怎么戴不上？是我们这边它可能是直接设计的，行，然后轻轻的戴一下就可以。哦，嗯，这个可以大家拍。耳目喉舌，这耳朵不灵了。展示和荣誉历程，啊、嗯。干的每件事都是帮助你更加热爱生活，活得更好。成为世界上最健康的大家庭，得融入世界大家庭啊，才健康。融入世界健康大家庭。这些都是执照啊，这是综合的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外资、外商投资企业、保英什么什么的，这，这个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授权保英有限公司生产或向中国市场，包括香港、澳门、台湾。提供维生素矿物质补充产品、补钙产品、蛋白粉产品以及其他营养产品。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授权保英公司为体育训练局赞助商，这就是升国旗，奏国歌升国旗的那帮人。嗯，这是外国的执照了，吉尼斯什么哈？对，我们确认。啊，吉尼斯的什么？就不会外语，咱也不认识。嗯，其实刚才这宝盈有限公司呢，是从2017年开始至今，哦、一直是成为我们这个训练局的这个赞助商，为他们提供宝盈的这个产品。那我们他可能会伙伴，因为像我咱们知道，像运动员提供一款能够服用一款产品，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宝盈公司是对于运动员是两部分的提供，宝盈公司对于提供是营养素的补充，嗯，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体重的控制两方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产品瓶身上是有国家体育总局标识的，而且运动员选择一款产品是非常慎重的。像国家体育总局这边对于选产品的这个，可以看这是一个有效期的，不是永久的。嗯，对，嗯，我们是正常来说前几年都是一年一续签。嗯，像我们可以看现在这个时间是从去年五月份一直到2026年到5月24号，嗯，已经延长了。嗯，对，所以我们现在一直成为他们的这个，提供他们这个我们的保盈产品。对，刚才老师能读到的是提供什么蛋白粉以及营养素补充，嗯，这个是明确的标注的，嗯，因为朋友会问到说，那我们运动员可这个赞助商可多了可多了，是不是？那我们对于哪方面，就是体重控制和营养素补充，嗯，啊，这个也是我们对的产品信息。那其他的话就是我们是中国扶贫基金会授予的公司爱与责任和情系天使之星的一些，就底下这两个证书就说明你们的产品的质量能让那些人奏国歌升国旗，上面这些是说明你们产品有爱心啊，对，是的，没错，底下是质量，上边是那个爱心，对，责任心或者爱心这样，嗯，因为对于咱们广告公司嘛，我们是作为这个营养与疾病全国医生，这个我们是保盈公司是他的支持单位，嗯，对，我们不是主办方，我们是支持单位，嗯，主办方呢肯定还是中华预防医学会来进行举办，是是是，对，像前两年公司只要他们举办一些活动，公司都是全力去支持的，嗯嗯嗯，参与他们的营养培训啊，对对，没错，是的，我们做的每件事儿帮助你热爱生活享受生命，
营养与疾病预防全国医生营养继续教育项目支持单位中华预防医学会。往这边走，对，稍等，就是挂一下，然后呢，然后放进去就可以了。稍等一下，然后您轻轻往上放一下。哎哎哎。我这耳朵不合规格，耳目喉舌的耳朵，猪耳朵，戴不上。这最爱的什么？胶原蛋白肽，是不是？嗯，还有我们的这个像的纤维粉，这些都是。嗯，像换季了，啊，我们这边的是这个罗汉果百合饮啊，哎，口感非常好。嗯。然后这部分呢，是我们的这个护肤系列。啊，男士女士都是比较爱的护肤系列，像我们的这个卸妆油啊，还有小精油，还有我们的日霜、晚霜、眼部精华。因为我们中午吃完饭我过来看一下，可以看它上面的蛋白质的含量是35%，嗯，然后这个呢是28%。为什么这个低呢？可以看它上面会标注，这个是我们运动后的运动后的这个餐饮的一个营养品，这个是补充蛋白的一个。蛋白棒的一个产品，三个口味不同，以及蛋白棒的需求的话，微型缓和机呢，它的造型就像一个什么，一个小爱心的一个造型，是不是？好，微型缓和机呢，是我们会把我们的原料跟辅料会进行二次缓和。那可能朋友问了，一次缓和在哪里？在它上边，在它的二层上面呢，会有个原料的一个预混的情况，以及我们的物料称重会在二层，因为我们会把我们的原料跟辅料会进行称重之后。会把原料全部投到我们的滚筒里面，会进行相关的完成。那完成有哪些呢？会进行我们的粉碎的情况，因为我们的原料过来它都是粉末。对，我们所有的这个生产的时候以及采购的这个原料，供应商这边采购的产品原料都是粉末的。那我们知道粉末来进行生产亚片的话，它进行什么，有的粉末它的每个这个颗粒它的大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我们二层的时候会进行什么预混以及过筛和再次粉碎我们的这个颗粒之后进行二次的进行完成。嗯，它是怎么的，它的辅料一锅是800公斤，产量相当于是30000瓶的葡萄籽维生素 C 片，大概是177万片。那为什么说以葡萄籽维 C 来进行举例？因为葡萄籽维 C 呢，它这个是什么，补充原花青素的，是不是？对，而且它这个产品呢，是从它生产到现在，这个瓶子是最小的、最苗条的一款，所以我们是以它这个瓶子来做一个产能的一个举例的情况。那这款是大型的，然后最后面那款是小型的，小型的造型其实跟它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大零30，然后有些大小图什么的，因为90度是什么？就时间长会卡粉末是吧？那我们这种弧度的这种呢，它方便我们什么？就是员工来进行每次的清洗，清洗我们的这个设备滚筒，还有我们的这个面壁和墙壁呀，以及地面。而且我们用到水，还告诉你们，我们用到的水不是自来水，是我们的纯化水来进行清洗的。稍后一会儿到我们后面呢，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纯化水的一个车间，可以正好路过的时候能够看到。那我们它这边生产完之后呢，会有左边这个有一个除尘管道来进行吸它的粉末，然后纯化水来进行清洗它的整个的设备和滚筒的情况。像我们这个的窗户可以看到，它是双层窗户，因为员工他们在进行生产设备的生产我们产品的时候，它的噪音会比较大一些，比较大一点，所以双层玻璃到我们外面来说，所以它噪音比较小。员工，所以他们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会有什么？会有员工选择戴耳麦的话是更好的去保护他们的耳朵。嗯，开啥了？
好的，老师，这边呢会有个男女更衣室。其实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前面几位老师的气体是往外走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他们的门上可以看到，每个门上是有个气压表。员工在第一道门会进行穿里面内部的鞋子，然后到里面穿上防尘服，把手机是要搁在外面的。进去之后会进行手部的二次的清洗，之后会进入到我们最终的一个穿戴整洁，会再次二次消毒之后会出来。你看，员工出来了，他是这个样子。对，他的帽子和衣服它是连体的，进来，它里面是有白色鞋子。刚说十帕气压它是什么概念？那刚各位老师可以把手放这个门缝，我稍微推一下，你能感受到。对，它那个气体是往外走的，它里面的循环空气的话，它都是一个循环的空气。片机目前它的产量比较稳定啊，目前是也是比较现在目前来说是世界上比较先进的一款设备，它的产量非常大，一锅是它的这个产量的话，按小时算，一小时是25到30万片。那为什么说产量反正如此之大呢？感觉看不出来是不是？因为它是两边出料的，一边呢是在我这边右边，还有一边是在左边，它是个人字管道。它最上面的那有一个储存罐呢，是刚才那个微型微型混合机。那产品到来之后的话，会从储存罐从那个房间推到这个房间，然后会由提升机把这个产品提升上去之后往下走。上面有一个气泵，看到了吗？那产品气泵打开之后，它的粉末呢会从上面通过人字管道流下来，然后我们这边左右边来进行完成。压片机呢会带有自动剔除废品功能，残片和金属衣物会进行自动剔除之后来进行完成。那我们像这个比较大的储存罐里面呢，就是产品压片好的会在大的储存罐里面直接出来，像旁边小的储存罐有的是剔除它的粉末的，或者像我们的片机压的不合格的会就自动一个剔除。流动我们肯定要是检查一下它为什么不流动，所以员工呢他这边会爬梯子上去之后，由上面左上角那个像吊小威亚的那个小吊绳会保护人这边，就像演员似的，它会保护人的那个后腰吊上去之后看上面那个粉末的情况流动性所以它这个也是相当于一个小的一个细节吧。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这个压片的时候它是有模具的，因为我们这个片剂我们知道正常收到一个片剂之后，它的每个形状是不一样的，然后厚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是不同的模具来进行相关的压片。然后这款呢是国产能力压片机。我们在每次生产之前和生产之后呢，它都会把设备这些都会打开来进行相关的一些检查和清洗，然后等纳干之后的话再进行相关的生产。这款是龙力压片机，它的造型比刚才的德国的这款菲特3030压片机小一大圈，而它的产能的话也是比较小的，是1小时5到6万片。刚才那款是大型是多少？25到30万片是吧？所以呢，我们会根据它这个不同的产能，这个产量的情况，选择不同的设备来进行我们的生产。这个是它静止的状态。可能很多老师会看到我们这个地上有个小弧线，是不是？对，弧线它是方便开门的。还有刚才叉车那个位置也会一个小弧线，是不是？因为生产设备都完成之后，所有的叉车的头都永远是对着门的。为什么？因为对着门的话，这个门一开，然后那个储存罐过来，它直接就对着我们的叉车，叉车就直接往天上提了，然后调转头，然后进行下压来进行我们的这个生产，对吧？这个地方很容易忽略，但是我一般会在这个地方会停留1到2分钟。这个呢是中检室，中国的中，检测的检。中检室呢是对于半成品做基本理化指标的检测。就像为什么说可能朋友问了，那个半成品还做检测呢？是的呀，就像我们做炒菜似的，那除非你是老手，像那孩子叫新手，你在炒菜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得尝一下这个菜的咸跟淡？所以说，在此过程中，我们的产品在进行压片完之后，会做压片完的过程当中也会做检测。像这个设备，第一个设备可以看到那个小的天蓝色那个小显示屏，它是显示温度的。可以看到37.08、37是吧？它是模拟人的肠胃对于片剂的一个崩解的情况，这个中间的一些检测情况。这个地方呢是高效包衣机，也就是我刚才在讲 PPT 中停留了稍微1到2秒的时间。包衣机呢，这款是国产小轮包衣机。
贸易界呢，它的产能是一锅是350公斤，产量相当于是1.4万瓶的葡萄籽维生素 C 片，这是它的一个产量的情况。就是员工呢会把刚才把一个压平好的这个片剂啊，全部是倒在这个包会更大一些。这个地方是外空间，这个外空间呢，它只走什么？只走，可以看到我们老师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的药品包材，高密度聚乙烯材质，是吧？我刚刚没说错吧？是不是？对，好的，这个我们是都是跟药品供应商来进行采购的这个包材药品。这个外清间的话，这个只能走我们的包材的这个通道，是在这个地方走。它每道门也是有10帕气压差，它这个只能走外门，是走不到里面的。里面是有我们的那个员工特别的工人进去，然后会有一个外清间的一个消毒杀毒之后才进入到里面。然后这个中后部分的话，就是我们高效里程机，就是你刚所说的这个片剂生产线的最后一步了。我们员工正在什么调整设备。可能老师在进行生产过程中可能看了说，哎，为什么这个设备是运转的，哎，这个设备是暂停止的状态，有没有这样的好奇的宝宝？肯定有，是不是？因为我们所有的生产的这个设备呢，不是一下子全部开启的，它是陆续的。像刚才的话是停留在我们这个压片车间和包衣，那我们包化把衣子把瓶口整理好，传送到这条中分线上的。然后第二个窗口呢，是我们这个是第二个窗口是电子鼠尾机，电子鼠尾机的话是可以把片剂的灌装量提升到1分钟120瓶，合着1秒2瓶的速度来进行快速灌装的。啊，它走这个线路，它晚一些这个线路会开。对，走到这儿最后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封口、贴标签、套标和热缩的一个最后的流程了。因为走到这儿的话，相当于在我们拧盖之前与这个片剂和空气来进行接触，所以它是在我们的纸壳，在我们这个地界的洁净的生产环境区来进行完成。那封完、贴完这个就是拧盖子之后，到后面的话，封口贴标签就是属于我们的好的产品来进行摆放。一般它是会放成3排4列。把产品摆放好之后，然后进行我们的这个缠膜机来进行缠膜，来进行打包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知道老师肯定说了手术了，套上这个塑料膜有什么好处？瓶子套塑料膜的话，可以更好的防止就是产品的一些信息不会恶意的滑掉。然后其次的话，就是我们知道，如果您收到一款产品，那想确保产品是新的，那肯定外面塑料膜是不能撕，对吧？所以也能更好的确保这个产品是新的一款产品。运输专用的箱子。很多，因为我们现在的快递是什么？是顺丰快递了。很早之前是不是有圆通、中通？服务态度还是稍微那么差了那么一丢丢，是不是？那顺丰来说，它的评价以及售后服务啊等等和员工的培训都是非常到位的。所以公司目前采用的所有的快递都是顺丰来进行配送的，不管您是买一瓶还是买10瓶都是一样的。然后每个产品的话，你看它每批产品完了之后会单独贴上产品的这个批号、生产日期以及规格等相关情况，方便我们后期的一些管理啊等信息。体育训练局赞助商，我就老说啊，羡慕那些奏国歌升国旗的人，他们都是世界上最健康最快乐的人类，代表国家奏国歌升国旗，我这个垂死的人也跟他们能吃上同样的东西。我们一点都吃的肉，再想吃点，我们要吃的肉。
用了洁净毒清洗和杀毒，然后到这儿发一间，每天早上他们会过来之后开早会啊，每天的像今天的进展，然后今天生产什么产品会有开早会，然后发这个衣服。他们正常来说是有七件的纺车服，一般来说是七件，因为刚说到它里面没有卫生间，没有喝水的地方，也没法玩手机，所以像他们像上洗手间或吃饭，他们会从这个门出来，出来之后带领大家上二层的食品实验室，他们会从这个门出去，再往上往前走。那吐出来的都是钱，都是钱。信息在里面，所以说 MINICO 的超容水机会把这些杂质再进行过滤之后，制得的非常干净的这个纯化水来进行相关的做实验。像我们刚所知道，像我们的光谱它本身就要测一些矿物质成分、有益成分，所以它就会用到这个 MINICO 超容水机。各位经销商伙伴，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市场部的孙浩，